像是手语课梦想起航的暑期营队，很不一样。面向小朋友，然后非常就是想要贴近小朋友，让他们可以带回很多东西，让他们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们。在乡下地区，有些小朋友的梦想比较小一点，会觉得哎，我就是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，或者是我就是留在家里务农啊，或者是帮忙家里工作。其实我们会希望他可以更多探索的机会。用简单的色纸劳作，激发学生创意。很多房子跟树叶跟桌子跟那个椅子，我就会成为建筑师。此行同学还教导小朋友辨识网络资讯。老师今天教我们如何分辨，如何用各种角度去看。各种寓教于乐的游戏，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努力踏实才能够朝梦想前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沈慧慈、李彦君、吴永德高雄报道。